3, go! 빨리요. 你只看一眼前面，忘了前面是一片森林啊！好，来，咱们游戏是穿苗族服装，首先编一下号，从这边开始，一二三四。当音乐响起之后，看这四位先生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咱们的苗服穿着最好看。稍后你们举手告诉我们支持几号，我们一起评出一位冠军。鼓声 ，Ready Go！ 几位提裤子的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嘛！没办法，人家那里边是个包啊，钱包不是别的，没那么夸张啊！怎么样？这四位穿着我们的苗服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！这是我们苗族大嫂穿的衣服，一个字儿帅啊！ 一二三四，你们心中的冠军是几号？举手告诉我们支持几号。支持几号？一号。大声一点！一号。后边的朋友支持几号？楼上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支持几号？哎，怎么还有人支持五号？很显然还不能评出冠军，没关系，还有咱们的下一轮跳苗舞，夹妹为。 四位帅哥展示一段舞蹈，兄弟们，好好学，哎，幸好你里边穿了个短裤，不然你小子就曝光了哈。这样，小阿妹为四位展示一段舞蹈，一定要好好学，好好学。 因为稍后有你们来跳，准备开始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学会了吗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没学会啊，没关系。现在我们用，这样，现在我们小阿妹带着四位先生一起跳。 谁跳得最好，稍后我们再次当下评委，用掌声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评出一位冠军。一定要跳，跳起来，我们有奖品要发。 Ready Go！ Dance time입니다. 시작해 흔들어 주세요. Dance time, dance time. 跳舞。冠军几号？ 这边是一号，这样我们还是得用掌声评判一下，好不好？还得统一掌声，掌声最多的就是冠军，冠军将获得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。从四号开始，首先这是我身边这位四号韩国舞馆的掌声在哪里？接下来这是三号，掌声。好了，这是二号的，请鼓掌。 这是一号的有吗？